多吃蔬菜好。思义，你怎么长得又高又壮了？那是因为我吃了好多的蔬菜，你看，芹菜脆嫩，菠菜青，辣椒茄子水灵灵，葱蒜生姜调滋味，顿顿蔬菜少病症。芹菜脆嫩，菠菜青，辣椒茄子水灵灵，葱蒜生姜调滋味，顿顿蔬菜少病症。小朋友，你听到思义说什么吗？你也要像他那样每天多吃蔬菜，你也会像他那样长得又高又健壮了。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些蔬菜吧。我叫芹菜，我叫菠菜，我叫辣椒，我叫茄子，还有我们葱姜蒜。我们的身体里面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你要天天吃蔬菜啊，肯定不会得病的。你看思义长得多健壮啊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七个字全有一个草字头，你认识他们吗？我来告诉你吧。菠，菠菜的菠，蔬，蔬菜的蔬，菜，蔬菜的菜，茄，茄子的茄，葱，大葱的葱，蒜，大蒜的蒜，芹，芹菜的芹，滋，滋味的滋，调，调味的调，症，病症的症，姜，生姜的姜，顿，停顿的顿，灵，灵巧的灵，椒，辣椒的椒，脆，干脆的脆，嫩，鲜嫩的嫩，辣，辣椒的辣。现在听我读一遍课文。芹菜脆嫩，菠菜青，辣椒茄子水灵灵，葱蒜生姜调滋味，顿顿蔬菜少病症。小朋友们，现在来看我小辣椒给你们写这几个字。灵是上下结构，共有七笔，上面是个倒写的山字，下面是火字底。注意火字底要先写两点。正字是半包围结构，一共有十笔，先写外面的病字框，然后写里边的正字，后面两个字你们自己写吧。小朋友，这两个字你会写吗？下面听我说笔画，你右手跟着写好吗？现在开始。辣字是左右结构，一共有14笔，注意左边的部首叫心字旁，点，横，点，点，横，横，注意心字旁的最后一笔要写成撇。右边是个竖字边，先写一横，然后写扁口，然后写一竖，最后写一撇一捺。写完了吗？下面写顿字，顿字是左右结构，共有十笔，左边是横，竖折，竖提，右边是横，撇，竖，横折，撇，点。好了，生字就写到这里吧。下面听我读一遍课文。芹菜脆嫩，菠菜青，辣椒茄子水灵灵，葱蒜生姜调滋味，顿顿蔬菜少病症。第二个，我的储蓄罐。姑姑赠我储蓄罐，仿佛一艘蒸汽船，雕刻花纹很均匀，不锈钢铸的钥匙链，塞枚硬币和门币，零分凑整并报刊。你听清楚课文了吗？我再读一遍。姑姑赠我储蓄罐，仿佛一艘蒸汽船，雕刻花纹很均匀，不锈钢铸的钥匙链，塞枚硬币和门币，
零分凑整订报刊。下面我们一起认识几个生字，这是储、蓄、罐，这是钥匙，这是硬币，这是报刊，这是链，钥匙链的链。均，均匀的均。订，订阅的订。孤，孤独的孤。仿，仿佛的仿。雕，雕刻的雕。凑，凑巧的凑。绣，生锈的绣。赠，赠送的赠。搜，一搜的搜。纹，花纹的纹。哈哈，储蓄罐快要满了，不好，又都跑出来了。铸，铸造的铸。服，仿佛的服。刻，雕刻的刻。枚，一枚的枚。闭，关闭的闭。匀，均匀的匀。蒸，蒸汽的蒸。盒，盒子的盒。塞，塞住的塞。小朋友，跟我一块儿读一遍课文吧。开始。姑姑赠我储蓄罐，仿佛一艘蒸汽船。雕刻花纹很均匀，不锈钢造的钥匙链。塞枚硬币和门币，零分凑整订报刊。这两个字，左边的订是订阅的订，是言字旁；右边是订纽扣的订，是金字旁。这两个字，左边是储蓄的蓄，右边没有草字头的是畜牧的畜。这两个字，左边财字心的是币，关闭的闭，右边木字心的是闲，休闲的闲。注意看云字的写法，云字有四笔，先写撇，横折钩，再写点，提。注意看刻字的写法，刻字有八笔，先写左边的点，横，撇折，撇，撇，点，右边这个立刀边。我会写这两个字，左边的是塞字，一共有十三笔，先写一个宝盖头，下面是横，横，竖，竖，横，撇，捺。这下面的是一个土字底，笔字一共有六笔，先写门字框，点，竖，横折钩，然后才写里面的财字心。好了，还是再听我读课文吧。姑姑赠我储蓄罐，仿佛一艘蒸汽船，雕刻花纹很均匀，不锈钢铸的钥匙链，塞枚硬币和门币，零分凑整订报刊。好了，再见。第三个，夸班级一。第三课，夸班级一。棕色相棒乒乓敲，班级情况我详介绍。全面发展德智体，遵守纪律懂礼貌。听清楚他说什么了吗？再听我读一遍吧。第三课，夸班级一。棕色相棒乒乓敲，班级情况我详介绍。全面发展德智体，遵守纪律懂礼貌。小朋友，你知道课文说的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课文说的是我们班的事，
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都是思想品德好、学习好、身体好的三好学生。你看他们多遵守纪律，多有礼貌呀。小朋友，你也要向他们学习哦。对了，小朋友，介绍是个动词，就是让大家了解或熟悉我们班的情况。好了，你学字吧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生字吧。敲，敲门的敲。绍，介绍的绍。棒，木棒的棒。况，情况的况。详，详细的详。律，纪律的律。橡，橡皮的橡。纪，纪律的纪。德，品德的德。棕，棕色的棕。好了，咱们俩换换吧。级，班级的级。礼，礼貌的礼。展，发展的展。介，介绍的介。智，智力的智。守，遵守的守。全，全面的全。拼，乒乓的拼。乓，乒乓的乓。遵，遵守的遵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让小朋友再读一遍课文。小朋友，我来陪你读一遍课文。三课夸班级一。棕色相棒乒乓敲。班级情况我详介绍。全面发展德智体。遵守纪律懂礼貌。我是纪，纪律的纪，左边是绞丝旁。我也是纪，记住的纪，左边是言字旁。去，来。我是尊，尊敬的尊。我也是尊，遵守的尊，比他多了一个走之框。去，来。我是木字旁的橡，是橡胶的橡。我是单人旁的橡，是图像的像。小朋友，让这本大书给你演这几个字的写法吧。开，拼字有六笔，上面是撇、竖、横、竖、横，下面是一个撇。展字有十笔，先写外面的狮字框，然后写里面的横、竖、竖、横、竖、提、撇、捺。小朋友，这两个笔画比较多，你要注意看。敲字有十四笔，左边是一个高字旁，右边是竖、横、横撇、捺，还有一个德字。德字有十五笔，先写左边的双人旁，右边先写一个十字，再写一个扁四，扁四的下面写一横，最后再写一个心字。注意扁四下面的一横千万不能丢。好了，跟我读遍课文，你就可以休息了。棕色相棒乒乓敲，班级情况我详介绍。全面发展德智体，遵守纪律懂礼貌。第四课夸班级二。第四课夸班级二。坐姿端正听辅导，欣赏韵诗咏歌谣，分析词句弄透彻，朗诵熟练把诗抄。小朋友，你也小声跟着读一遍吧。开始。第四课夸班级二。坐姿端正听辅导，欣赏韵诗咏歌谣，分析词句开透彻，朗诵熟练把诗抄。这一课讲的是同学们怎样上课的。同学们坐在座位上，端端正正地听老师讲课。老师讲的是一首古诗，名字叫《静夜思》。
老师给同学们一句一句详细的分析诗句，然后让大家把它读熟，再把它抄下来。课文里透彻是个形容词，意思是老师把诗句给同学们分析得非常详细，同学们一听就明白了。小朋友们，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小卡通做游戏。欣，欣赏的欣；析，分析的析；韵，韵诗的韵；咏，咏歌谣的咏；辅，辅导的辅；导，辅导的导；资，坐姿的资。休息一下，看看这五个字都念什么。朗，朗诵的朗；弄，弄透彻的弄；赏，欣赏的赏；熟，熟练的熟；端，端正的端。言字旁的右边，要是换上四个不同的部首，就是四个不同的字。你看，这是歌谣的谣，这是词语的词，这是朗诵的诵，这是诗歌的诗。还有，你看，双人旁加一切的切字，组成了透彻的彻。提手旁加少字边，就是抄写的抄字。袖子心加走之框，就是透彻的透字。好，累了半天了，再读一遍课文吧。坐姿端正听辅导，欣赏韵诗咏歌谣，分析词句弄透彻，朗诵熟练把诗抄。左边的字读诗，诗歌的诗是言字旁，右边的读迟是提手旁，这两个字立字旁的念端，端正的端，王字旁的读瑞，瑞雪的瑞，这两个字口字旁的念咏，咏歌谣的咏，三点水旁的是游泳的泳。注意弄字的写法，它一共有七笔，先写王字头，下面是横撇，这一笔要写成竖撇，最后写一竖。老字有六笔，上面是横折横，竖弯钩，竖弯钩的竖要把横折横的口封住，下面是个寸字底。朗字有直笔，左边是点横折，横横竖提点，右边是叶子边。熟字一共有15笔，左边是点横，下面是个口字，再下面是个子字，要把横写成提，再写右边的丸字，最后写下面的四个点。最后复习一遍课文。第四课，夸班级二。坐姿端正听辅导，欣赏韵诗咏歌谣，分析词句弄透彻，朗诵熟练把诗抄。第五课，夸班级三。上一课说的是同学们认真学习古诗，这一课说的什么呢？注意巩固知识牢，份份试卷成绩高，省市竞赛得优秀，赤荣锦旗真荣耀。这一课说的是同学们学习了知识以后，每天都注意巩固复习，所以各种成绩都很好，到省市参加比赛还得了优秀奖，还带回来一面锦旗呢。好了，我们再读一遍今天的课文。
注意巩固知识牢，份份试卷成绩高，省市竞赛得优秀，赤龙锦旗真荣耀。巩，巩固的巩。竞，竞赛的竞。省，省市的省。秀，优秀的秀。赤，赤色的赤。卷，试卷的卷。固，巩固的固。市，省市的市。下面请蚂蚁表演节目。注，注意的注。锦，锦旗的锦。耀，荣耀的耀。优，优秀的优。荣，荣县的荣。份，一份的份。试，试卷的试。绩，成绩的绩。看看最后一个是什么字？哦，是牢字，牢固的牢。现在游戏结束，开始读课文。注意巩固知识牢，份份试卷成绩高，省市竞赛得优秀，赤龙锦旗真荣耀。两个字都念是，有言字旁的是，是个形声字，是考试的是，没有言字旁的是样式的是。这两个字有单人旁的念份，一份两份的份，没有单人旁的念分，分析的分。这两个字有走之框的是形声字，念透彻的透，没有走之框的是优秀的秀。现在看我来写生字。卷字有八笔，上面是点、点、横、横、撇、捺，下面是横折钩、竖弯钩。赤字有七笔，上面先写一个土字头，下面是撇、竖钩、撇、点。好了，我写完了，该别人了。这个字念试，考试的试，一共有八笔，先写左边的言字旁，然后写右边的试字边，先写一横，再写一个工字，工字的第二横要写成提，然后写斜钩，最后写一点。这个字念优秀的秀字，一共有七笔，上面是个禾苗的禾，下面是个乃字底，注意乃字底要先写横折折钩，再写一撇。小朋友，这一课的课文你会读了吗？下面再请你听一遍课文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第五课夸班级三，注意巩固知识牢，份份试卷成绩高，省市竞赛得优秀，赤龙锦旗真荣耀。好了，再见。第六课夸班级四，获得荣誉很自豪，谦虚谨慎不骄傲，决心继续创奇迹，积极攀登新目标。听清了吗？我再读一遍。获得荣誉很自豪，谦虚谨慎不骄傲，决心继续创奇迹，积极攀登新目标。我们得到了好多荣誉，我和同学们都感到很自豪。可是我们谁也没有骄傲，同学们决心继续努力，创造更好的成绩。
课文里的自豪是个形容词，就是同学们因为自己的班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感到光荣。谦虚也是个形容词，就是虚心不自满，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。登，攀登的登，豪，自豪的豪，玉，荣誉的玉，攀，攀登的攀，获，获得的获，奇，奇迹的奇，迹，奇迹的迹，虚，谦虚的虚，傲，骄傲的傲。标，目标的标，续，继续的续，慎，谨慎的慎，谦，谦虚的谦，决，决心的决，积，积极的积，骄，骄傲的骄，急，积极的急。现在注意再读一遍课文。第六课，夸班级四，获得荣誉很自豪，谦虚谨慎不骄傲，决心继续创奇迹，积极攀登新目标。马字旁的骄是骄傲的骄，女字旁的骄是撒娇的娇。左边是言字旁的念谦，谦虚的谦。左边是女字旁的念贤，贤气的贤。这个字是绩，奇迹的绩。这个字是成绩的绩。先看登字的写法。登字有16笔，上面是横撇、点、撇、撇、捺、横，然后是一个口字，最后再写点、点、横。再看绝字的写法，绝字有6笔，先写两点水，右边是横得、横撇、捺。创字有6笔，左边是撇、点、横折钩、竖弯钩，右边是一刀边。虚字有11笔，先写外面的部首，叫做虚字框。竖、横、横钩、撇、横、竖弯钩，再写里面的叶字心。好了，再读一遍课文，今天就结束了。第六课，夸班级四，获得荣誉很自豪，谦虚谨慎不骄傲，决心继续创奇迹，积极攀登新目标。第七课，我的爱好。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喜欢娱乐活动，你听他说些什么？我的爱好，有益的娱乐我迷恋，舞蹈结束棋类玩，胳膊一甩做头掷，屈膝下蹲溜手绢。听清他说什么了吗？看呐，有益的娱乐我迷恋，舞蹈结束棋类玩，胳膊一甩做头掷，屈膝下蹲溜手绢。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。小朋友喜欢各种娱乐活动，有的喜欢跳舞，跳舞跳累了就去下棋，有的时候还到操场去做头掷，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做丢手绢的游戏。荧屏前的小朋友，你也要做各种娱乐活动。
这样就会成为一个活泼可爱的好孩子了。小朋友，你看他们旗子上写的都是什么字呀？胳胳膊的胳，膊胳膊的膊，膝膝盖的膝，倒舞蹈的倒，蹲下蹲的蹲，头头掷的头，掷头掷的掷，束结束的束，甩甩手的甩。屈屈服的屈，迷迷恋的迷，意有意的意，累极累的累，舞舞蹈的舞，恋迷恋的恋，娱娱乐的娱，卷手卷的卷，齐齐累的齐，溜溜手卷的溜。还知道课文怎么读吗？听我读一遍吧。有意的娱乐我迷恋，舞蹈结束齐累完，胳膊一甩坐头掷，屈膝下蹲溜手卷。小朋友看，这三只小猴干什么来的？我这个字念尊，尊敬的尊。我这个字有个足字旁，念蹲下的蹲。这个字有个走之框，念遵守了遵。还有一个老爷爷拿来了三个葫芦，这三个葫芦的头是一样的，身子可就不一样了。你看他们都念什么呀？我的下面是个心字底，我念恋，迷恋的恋。我的下面是个弓字底，我念弯，弯曲的弯。我的下面是个右字底，我念变，变化的变。小朋友，看清甩字和用字的写法有什么不同的吗？对，用字的最后一笔是竖，甩字的最后一笔是竖弯钩。这是个竖字，它是个独体字，先写一横，然后写一个鼻孔，再写竖撇捺。这两个字左边的是膝，膝盖的膝，一共有十五笔。对，一共有十五笔。左边是月字旁，右边先写一个木字，木下面写一撇一捺，在下面是竖钩，点提撇点。这个是意字，一共有十笔，上面点点横撇点，下面是个米字底。好了，注意变，听我读一遍课文。有意的娱乐我迷恋，舞蹈结束齐累完，胳膊一甩坐头掷，屈膝下蹲溜手卷。第八课，罗根阿姨一。今天的课文讲的是一个阿姨的故事。罗真阿姨梳长辫，预购画册进商店，询问了售价去交钱，付款票券把字签。第八课，罗真阿姨一。罗真阿姨梳长辫，预购画册进商店，询问了售价去交钱，付款票券把字签。朋友，你看，罗真阿姨来了，打算买一本画册，问问售货员一本画册多少钱呀？该去交钱了，把款交上，签个名就走了。小朋友，今天的生字我来读一读吧。购，购买的购，款，付款的款，
询询问的询，付付款的付，价价钱的价，梳梳子的梳，钱价钱的钱。还有我，罗姓罗的罗，针罗针的针，策画册的策，券票券的券，售售价的售，欲欲望的欲，辫辫子的辫，商商店的商，签签名的签，店商店的店，姨阿姨的姨，阿阿姨的阿。小朋友，现在再读一遍课文吧。第八课，罗针阿姨一。罗针阿姨梳长辫，预购画册进商店，询问了售价去交钱，付款票券把字签。小朋友，我这里有两个字，你认识他们吗？这个字念券，票券的券，下面是个刀字。这个字念卷，试卷的卷，下面是个横折钩，竖弯钩。这两个字上面是梳子的梳，左边是木字旁，下面这个字是流血的流，左边是三点水旁。这两个字上面的是付钱的付，下面的付是个形声字，是附近的附，身旁就是付钱的付。小朋友，这两个声字都怎么写呀？我会我会，左边是商店的商字，它一共有11笔，上面是点横点点，下面是竖横折钩撇点，最后写一个口字，右边是个画册的册，一共有5笔，注意它的笔顺是撇横折钩撇横折钩，最后是一笔横。对，就是这么写，你会写了吗？小朋友，还有两个字。这两个字我会写，一字一共有9笔，左边先写一个女字旁，右边是横横折横，竖折折钩撇捺，右边是商店的店字，先写一个广字框，里面是个占领的占字。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吧，最后再读一遍课文就结束吧。第八课，罗针阿姨一。罗针阿姨梳长辫，预购画册进商店，询问了售价去交钱，付款票券把字签。好了，再见。第九课，罗针阿姨二。罗针阿姨买完了画册，在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匆匆迈步往回返，街道上捡了4元钱，放开喉咙竭力喊，谁丢钞票查一番，甲乙丙说值遗失，物归原主受称赞。听明白了吗？我再读一遍。匆匆迈步往回返，街道上捡了4元钱，放开喉咙竭力喊，谁丢钞票查一番，甲乙丙说值遗失，物归原主受称赞。这回明白了吧，原来是罗针阿姨在街上捡了4元钱，问问四周的人丢了没有，有个叫甲乙丙的人说他的侄子丢了4元钱，罗针阿姨就把钱还给了他，
周围的人都称赞罗珍阿姨做得对。小朋友，我的小狗会吐字，你认识这些字吗？捡捡东西的捡，钞钞票的钞，四这个字是大写的，一二三四的四，也是放肆的肆。物动物的物，直直字的直，竭竭力的竭，称称赞的称。好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归归还的归，街街道的街，喉喉咙的喉，龙喉咙的龙，茶茶早的茶，翻茶一翻的翻，迈迈步的迈，甲甲乙的甲，葱葱葱的葱，乙甲乙的乙，返返回的返，丙甲乙丙的丙，遗遗失的遗，赞称赞的赞。小朋友又该读课文了。匆匆迈步往回返，街道上捡了四元钱，放开喉咙竭力喊，谁丢钞票查一番，甲乙丙说值遗失，物归原主受称赞。小朋友，这三个字都有一个少字边，这个字是金字旁，念钞，钞钞票的钞。这个字是提手旁，念抄，抄写的抄。这个字是女字旁，念妙，奇妙的妙。这两个字的左边的里面没有点，念物，物极聪的物。右边的这个字比左边的物字多了一点，念聪，急匆匆的聪。这两个字左边的是力字旁，念竭力的竭。右边的这个字是三点水旁，念渴，口渴的渴。好了，这几组字都记住了吗？小朋友们可不能把它们搞混了。小朋友，这个字你知道它有几笔吗？对，它只有一笔。注意看它的写法，横折弯钩。还有这个字千万不能少写一笔哦，它有五笔，先写一个物字，最后再写一个点。小朋友，看我写这两个字，这个字是归还的归，一共有五笔，左边是竖撇，右边是一个倒写的山字，这个字念翻，一共有十二笔，上边先写一撇，再写一个米字，下边是田字底。小朋友，下面读一遍课文，今天的课就学完了。匆匆迈步往回返，街道上捡了四元钱，放开喉咙竭力喊，谁丢钞票查一番，甲乙丙说值遗失，物归原主受称赞。第十课，对一对一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组反义词。长对短，贵对贱，羡慕对讨厌，善恶与好坏，比较可分辨。我还没听见，那我再读一遍。长对短，贵对贱，羡慕对讨厌，善恶与好坏，比较可分辨。
这回听清了吧，自己也要多读几遍哦。小朋友，今天的课文里有五组反义词，看，这就是长对短，这是贵对贱。羡慕意思是非常喜欢别人的好处，并且希望自己也有。但是讨厌的意思正好和它相反，是非常不喜欢的意思。善就是善良，慈善的意思。恶就是凶恶的意思。最后一组是好和坏。这下我全明白了。小朋友，请这只小蚂蚁给你们出生字吧。小蚂蚁出来吧。坏，好坏的坏。短，长短的短。较，比较的较。变，分辨的变。贱，贵贱的贱。讨，讨厌的讨。贵，珍贵的贵。慕，羡慕的慕。恶，凶恶的恶。可，可以的可。羡，羡慕的羡。厌，讨厌的厌。雨，参与的雨。小朋友，再听一遍课文吧。长对短，贵对贱，羡慕对讨厌，善恶与好坏，比较可分辨。小朋友你好，下面我们来区别几个行进字。左边的字是念厌，讨厌的厌。长字框加犬字心。右边的字念庆，庆祝的庆。广字框加大字心。这两个字点的位置不同。这两个字都念变，这个字中间是点撇，是分辨的辨。这个字中间是绞丝旁，是辫子的辫。左边的这个字是被字旁，是贵贱的贱。右边这个字是金字旁，是价钱的钱。小朋友，现在来写字吧。扇子有十二笔，先写一个羊字，再写点、点、横，最后再写口字底。辫子有十六笔，先写一个心字旁，中间是点撇，右边再写个心字旁。看这支毛笔给你写了个雨字，雨字有三笔，横、竖、折、折、勾、横。贵字有九笔，竖、横、折、横、竖、横，下面是个贝字。好了，再听一遍课文就结束吧。第十课，对一对一，长对短，贵对贱，羡慕对讨厌，善恶与好坏，比较可分辨。第十一课，对一对二。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一组反义词。稀对忽，赢对输，缺乏对充足，喜悦对忧愁，正确对错误。我再给你们读一遍吧。稀对忽，赢对输，缺乏对充足，喜悦对忧愁，正确对错误。这一课的几组反义词都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就是呼吸。赢就是胜了，输就是失败了。缺乏就是自己需要的东西没有或不够。充足就是自己需要的东西有很多。
喜悦的意思就是很高兴，忧愁的意思就是很不高兴咯。正确的就是对的，错误的就是不对的。小朋友记住了吗？现在看这只大蜘蛛给你读这些生字吧。错，错误的错。忧，忧愁的忧。吸，呼吸的吸。月，喜悦的月。确，正确的确。误，错误的误。输，输球的输。缺，缺乏的缺。充，充足的充。赢，赢得的赢。乏，缺乏的乏。愁，忧愁的愁。足，充足的足。小朋友，我来给你们读一遍课文吧，注意听。第十一课，对一对二。吸对呼，赢对输，缺乏对充足，喜悦对忧愁，正确对错误。小朋友，你来比较一下这三组字好吗？我知道，这是姓吴的吴，加上言字旁念错误的误。这是尤，尤其的尤，加上竖心旁念忧，忧愁的忧。这是昔，昔日的昔，金字旁加上昔日的昔念错，错误的错。小朋友，现在来写字吧。是个乏字，有四笔，撇、点、横撇、捺。这是个足字，一共有七笔，上面是个口字，下面是竖、横、撇、捺。这是个缺字，一共有十笔，左边是撇、横、横、竖。竖折，竖。右边是横折，横、撇、捺。这是个愁字，一共有十三笔，上面先写一个禾苗的禾字，再写一个火字，下面是个心字底。小朋友，再听我读一遍课文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第十一课，对一对二。吸对呼，赢对输，缺乏对充足，喜悦对忧愁，正确对错误。好了，再见。第十二课，对一对三。今天还是学习几组反义词。吞对吐，顺对逆，暴露对隐蔽，拒绝对允许，疏散对聚集。没听清，再读一遍。吞对吐，顺对逆，暴露对隐蔽，拒绝对允许，疏散对聚集。这一课的反义词很简单，吞就是把东西吃到嘴里，吐是让东西从嘴里出来，顺就是向着同一个方向，逆就是向着相反的方向。暴露的意思是不想让别人看见的东西却让人看见了，隐蔽的意思正好和它相反，就是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。拒绝就是不答应别人干什么事情，允许就是答应别人干什么事情。
疏散就是让本来在一块的东西散开，聚集就是让本来不在一块的东西凑到一块。第十二个，对一对三，吞对吐，顺对逆，暴露对隐蔽，拒绝对允许，疏散对聚集。好了，现在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生字吧。吐，吞吐的吐。绝，拒绝的绝。散，疏散的散。许，允许的许。疏，疏散的疏。隐，隐蔽的隐。顺，顺风的顺。拒，拒绝的拒。我也来读字吧。露，暴露的露。溺，溺水的溺。闭，隐蔽的闭。集，聚集的集。吞，吞吐的吞。暴，暴露的暴。允，允许的允。聚，聚集的聚。小朋友，你能把这四个字组成两个词吗？你组对了吗？提手旁加句子边就是拒绝的拒，足字旁加句子边就是距离的距。这四个字也能组成两个词，小朋友，你试一下吧。你是这么组的吗？允许，公愤。你能把这四个字连成两个词吗？对，就是这么连。木字旁是梳子的梳，下面这个是疏散的疏。小朋友，这课的生字比较难写，你要注意看。逆字有九笔，里面是点、撇、横、竖折、竖、撇，外面是个走直框。隐字有十一笔，左边是个耳刀旁，右边是个着急的急。吞字有七笔，上面是天字头，下面是口字底。书字有十二笔，左边是横撇、竖、横、竖、提，右边是点、横、竖、折、点、撇、竖、竖弯钩。小朋友，再听一遍课文就结束吧。吞对吐，顺对逆，暴露对隐蔽，拒绝对允许，疏散对聚集。